音节练是吗？哎，安老师，嗯，继续。袁总，您够吗？不够，这还一 G 的卡，要不您撤下来。那么讲到哪儿了？COGS 是不是成本呀？COGS 它就是这个期间之内你所用掉的成本，可以这么说。对呀、啊，那你像这道题，您给我讲讲，就这个 inventory 跟 COGS 有啥关系？怎么又带 inventory 什么借 COGS？ 讲啊，我就想现在找这个那个资产负债表来跟你说，那个像你的钱。资产负债表。说错了，是那个。Income statement。昨天上课的东西有个复印。是什么东西呀、啊？哎 ，budgeting 有几种啊 ？Cash budgeting， income statement， 然后 balance sheet， 还有什么呀？就考这三种，三种里面选两种吧。反正它就是 cash budget 嘛，然后就是然后就叫你做表嘛，肯定是三个一起考的呀，这个题。就是先叫你做 cash in cash out， 做完了 cash 以后，然后就是这种，这个就是一个 income statement 嘛。然后本来这些都是应该是一个栏目对吧？就是一共 cash 的多少、嗯。然后这个地方 cash 这三个地方加起来以后，就是加上它的 account receivable， 就上期应该收的钱，就这期、嗯、这个一共是多少钱，就它的那个 cash 嘛。那么付出了多少钱 purchase 嘛，这些都是这样。不过应该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正规的现金流，那个 income statement。我知道，书上。在这儿，它是 sales， 一共是这么多，首先是 sales 嘛，然后 cost of goods sold， 但这个 cost of goods sold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计算过程，先是 opening balance 多少，加上 purchase， 加上买了多少，然后那么它是一共有多少可以卖，嗯，再就是 closing balance。然后从这个里面减掉它，就得出这个 gross profit。嗯。gross profit 再减掉这些，再减掉一个税，不就是 net profit？ 好吧，我发的挺不太明白，一会儿你给我讲讲吧。行。该怎么说？昨天是 local 给您讲的，还是马来西亚的给您讲的？昨天不是 local， 也不是马来西亚，是另外一个 local， 就不是 Peter Hall。我知道不是 Peter Hall， 我知道叫 Chris。嗯。是咱们那个。不是另外一个肥特别肥，哎呀，他们穿一身 T 恤跑进去，一开始我还想哪来的学生，老师讲的挺好的，就这个谁 Chris。哦，那他说没说？我穿的那个。嗯。说什么？